所以一看到这个极乐世界，你一研究的时候就发现，哇，这个佛的智慧太伟大了。那这个靠什么去？不是靠光，不是靠坐哪个宇宙飞船可以去的，这要靠佛的光。佛的光，佛的光是什么？就是心的光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学的这个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这个经，这是宇宙里面的大智慧，宇宙的大智慧。我们想移民，要从娑婆世界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这是一种大福报，大福报。没有大福报的人去不了，所以不可少三根。三根第一个就是性，性根，哎，三根福还有德，哎，这些因缘啊。所以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都是极乐世界的什么依报庄严，依报庄严。这个依报，请问依报是从哪里来的？依报从哪里来的？依报是从正报里化出来的。所以这所有的七宝啊、八功德水啊、种种一切，其实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生命、这个福德里面化现出来的。但是我们这个众生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依报啊，有漏的依报、痛苦的依报，然后跟极乐世界的那种庄严的依报、快乐的依报比起来，你看怎么比啊？所以你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、学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极乐世界太好了！哇，真的，这个世界一刻也不能待啊，那多好啊！我们这是有漏的，身体也有漏的，时间短暂的。那你是无漏的，时间也都是啊，久远的、无量的，时间也是无量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啊，我们下午呢，再继续跟大家。啊，继续，我这个就很急，又想跟你们细细讲，又细讲不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好，那就提醒大家。
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下面要讲第39条境界，不随喜功德界。随喜简单讲，就是随别人一善来生起欢喜。无论众生是做世间出世间一善法，只要是有功德可以利益众生，拢应该随伊的善来生起欢喜的心，由心来赞叹伊的功德，这就是随喜功德。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五大愿随喜功德。菩萨如果一旦安尼修行，就是无量功德。菩萨如果唔肯安尼做，就是凡菩萨界。下边咱用简单的白话，将这条界开文前半段讲一下。如果菩萨知影众生有实在的功德，本来是应该随喜功德，但是因为心内嫌伊无好，或者怨恨伊，都唔肯向人讲起伊的功德，也唔肯去赞叹伊。如果有人在赞叹伊，菩萨嘛唔肯表示同意，来讲一句：“你赞叹了真对，伊确实真好。”这种肯定的话，菩萨若像安尼唔肯随喜功德，就是凡菩萨界，都叫做凡众的凡。而且因为有嫌恨的心、有染心地，所以是凡染污气。如果菩萨是平端，咱都还在奉药，所以无去随喜赞叹人的功德，这嘛是犯菩萨戒，但是犯非染污气。下边咱将这段戒文念一遍：若菩萨比他众生有实功德，以嫌恨心不向人说，又不赞叹，又赞叹者不像现在，是名为凡众的凡，是凡染污气。若咱得海带奉药，凡非染污气。下面咱将这段解文一句一句解释一下。第一句叫菩萨，是包含所有在家出家的菩萨。第二句，其他众生有实功德，第就是知影，他众生就是其他的众生，有实功德就是有实在的功德。盖文讲其他众生，这个第这种知影，对咱凡夫菩萨来讲，实际咱凡夫的心中可以看到、可以知影的范围，所以他众生主要也是指咱认得的众生，因为其他各得的众生，除了跳生得以外，咱凡夫拢看不到，因为什么功德，咱也无真正知影。实功德就是实在的功能德用。
咱时常会讲到功德无量这句话，事实功德是无真简单修的，必须爱内心清净，拢无烦恼，所作利益众生的善法，才有算作是功德。如果虽然是有做好代志利益众生，但是内心还阁有贪心，还阁有受气，还阁有愚痴、骄慢种种的烦恼，这只是会当算修一挂福报，有福德利益，无算作是功德。所以那诸事分别起来，含有烦恼的善法是福德，完全无烦恼的善法则是功德。较严格来讲，必须爱完全利他，拢无一点啊自私的念头则有功，也就是讲利他无我则有功。必须爱心地清净，无分讲你较唔对，我较对；你较唔好，我较对。也就是爱心地无悔，才有对。譬如讲，平平去做义工，或者捐一笔钱去给慈善机构，如果有想要贪较好的果报，贪好的名声，爱人知影，迄钱是我捐的。我有去做好代志，有感觉家己会晓安尼做，真善良。这就是内心也阁有贪的烦恼，也阁有骄慢的烦恼。当然，捐出去的钱财，含去做义工的工作，对众生是真有帮助。但是，并无去掉家己心内的本色。所以，严格讲起来，这是会有福报，但是要不算是功德。这是较严格的讲法。咱一般讲随喜功德，唔免去分别遮尼详细。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、有帮助的善法，都应该去随喜。菩萨一旦知影人有善事，心内就爱马上随喜。欢喜众生行善，会有福报，会当解脱。咱的口中嘛爱随喜去赞叹，那是唔肯随喜赞叹，不管是因为贫惰唔肯讲，也是有嫌恨心唔肯讲，这拢是犯菩萨戒的。下边戒文讲以嫌恨心，嫌就是嫌人无够好。嫌人的缺点，气嫌人；恨就是怨恨，嫌恨这是讲菩萨唔肯去随喜赞叹的心理，主要就是嫉妒心，唔爱人好。下面解文讲不向人说，是唔肯向人讲伊的善事。咱知影人的善事，本来是应该表扬，讲出来给大家知影，使大家可以去学习，也鼓励行善的人。但是菩萨因为有嫌恨的心，所以就不希望别人知影伊好，不希望别人知影伊做好事。因为这种嫉妒的心理，就唔肯去向人讲起，将人的好事暗藏起来。无希望对方得到恭敬赞叹，这种的心性都是无爱对方好，嘛无爱众生而好，这就是嫉妒的烦恼。结果就是家己想不好，不但心地黑暗，阁心情歹。下一句戒文讲：也不赞叹，也不赞叹，就是。也唔肯赞叹伊的功德。下面一句解文讲：有赞叹者，不像善哉。有赞叹者，就是古代有人在赞叹伊。
不像现在，像就是唱歌这个唱。意思就是和人唱合。不像现在就是无和人唱合，讲现在。现在这句，咱时常在演古装戏时会听人安尼讲。先就是好，再就是感叹词，感叹讲真好一辈声。本来咱如果遇到别人在赞叹咱功德，咱应该随喜附和赞叹讲，有影你赞叹了真对，伊确实真好。但是因为心中有嫌恨的缘故，所以有人在赞叹伊时，菩萨就点点唔肯和人附和同齐赞叹，唔肯附和和人同齐称赞，讲伊真善真好，就是不像现在。下面一句解文讲：是名为还众得还，是还染物气。别人实在有功德的时，菩萨以嫌恨的心唔肯赞叹。甚至别人在赞叹的时，菩萨也点点不肯随人赞叹，这种情形就是还众得还，是还菩萨界，而且还沾污气。因为有嫌恨的心，嫉妒的心污染心地，所以是还沾污气。下一句解文讲：若单独海带放逸，还非沾污气。咱爱怎样随喜功德是菩萨必修的功课，应该爱做的功德，所以菩萨不使贫惰不尽心去修。如果贫惰去随喜赞叹人的功德，这嘛是违反菩萨精进修善法的精神，所以这嘛是犯菩萨戒，是犯非沾污气。为人讲话较无习惯讲称赞人的好话，甚至连对人有帮助有利益的话也真贫惰讲，这就是自卑无够，无积极爱众生好。如果有这种的性格，就要家己改进练习，才袂犯菩萨戒非沾污气。咱修好菩萨道是袂使贫惰懈怠，连鼓励人行善的一句好话都贫惰布施、贫惰讲，是要安怎成就菩萨道呢？有的人讲伊未晓随喜，未晓称赞人，唔知要讲什么话较好。安尼上好的办法就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嘛是随喜，嘛是称赞，因为阿弥陀佛的意思，就是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、无量的功德，所以若未晓称赞随喜，就精进过来念阿弥陀佛。一方面是称赞人和阿弥陀佛相应，一方面祝福伊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，也希望伊以此功德同生极乐国。以前听经的时，老师教我们讲，随喜功德是最便宜、最容易修的一种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别人可能是费了真大力量，才成就一件功德。咱只要了解伊的功德，有内心随伊欢喜，开口来称赞，都含伊有同款的功德，最少嘛有伊一半的功德。一半的福报，因为别人做好事有功德的时，就是伊的心胸在放光明。如果咱那是随喜称赞伊，就是进入伊的光明窟，享受伊的光明，甚至含伊同齐放光明，同齐得到福报。如果咱唔肯随喜，就等于别人在放光明，咱家己看一个乌布袋啊，或者咱家己伫遐放乌烟，享受不着光明。
咱为什么会不肯随喜功德呢？最主要就是心内有嫉妒的烦恼。嫉妒就是看人好，看人有功盈，心内就不欢喜，特别忍耐着，叫做不耐他盈，未堪去忍耐别人有功盈。这种的心理亲像一个乌布袋啊，虽然享受不到别人的公平，家己活在一片乌暗中，这是真可怜，阁真戆的。这嘛是违背菩萨精神的。菩萨的心是希望一切众生拢行善，拢修功德，拢好，拢会当得到安乐公平。现在有众生行善做功德，咱应该欢喜，欢喜伊一处功德会当解脱，会当有福报，欢喜伊会当往生西方。伊那是唔免搁再轮回，但唔免护菩萨辛苦去救伊。伊那有做利益众生的代志，众生得到利益，护菩萨嘛真欢喜。如果护菩萨欢喜的代志，咱竟然无欢喜，这都可见咱含佛无共心，无相应，也可见咱心内无真正爱众生好。不但无爱众生好，也无爱家己好，因为嫉妒时，家己一定心情真歹，心情歹一定身体歹。而且不肯享受人的公平，就是福报歹，好家己各行拢歹，当然就是不爱家己好咯。家己都不爱好，什么人会当好咱好呢？嫉妒别人，就是用别人的福报、别人的优点来处罚家己、虐待家己，这个不是真可怜？真不智慧呢？咱家己嘛是众生，如果时常用别人的优点福报来虐待家己，让家己这么不快乐，这嘛是对众生无慈悲。有了嫉妒，对障碍家己快乐，有时更加严重，佮用行动去障碍别人行善，障碍众生的利益，就变成真大的罪业，以后会受真大的痛苦。所以佛教咱学习菩萨道，爱有智慧，用随喜功德来代替用嫉妒虐待家己。随喜功德不但同时咱家己心情快乐欢喜，更有真大的福报功德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第五大愿随喜功德，也范围真大，包含了十法界。由功德最广最大的诸佛菩萨，到辟支佛、阿罗汉，出世间的四种圣人，因所为功德，咱拢爱赞叹随喜，甚至六道当中任何众生，不管是地狱众生、饿鬼，也是畜生，因有任何的优点、任何功德，咱拢爱随喜赞叹。因为任何众生拢是有佛性的，伊的佛性若是发挥出来，都是功德。对任何众生的任何功德，咱拢爱随喜赞叹。像世间一般人拢以为乌鸦是不吉利的，以为听到乌鸦叫就不吉祥的代志，所以拢真不爱乌鸦。其实乌鸦是非常吉祥的动物，伊非常友好。当爸母老阿爸母时，伊都会足尽心来孝养爸母，把物件转去给爸母吃。当伊爸母死去时，也爱提，而且守在附近不敢离开。乌鸦这种友好的味道，是真值得咱随喜赞叹的。
世间有真侪家己，甚至拢不如乌鸦。咱想看卖，如果拥有着像乌鸦这种的家己，是不是非常吉祥呢？所以乌鸦的声，就是伫提醒咱爱友好父母，报答父母的声音，也就是佛性美德的声音。所以咱听到乌鸦声，都爱随喜赞叹，赶紧去友好父母，赶紧念佛祝福父母，回向父母，这是上界吉祥、大吉大利的代志。佮像野龙这种的动物，因时常规大群作伙，有当时规群会受到狮子的攻击。当狮子来攻击因的时，为了要帮助所有的龙群会当安全逃走，为野龙一对牺牲家己，反倒头去予狮子吃，使狮子注意力引开，倘好予伊同伴逃走。当然，伊家己是牺牲性命，但是会当救因所有的同伴，这就是野龙的美德。这种的美德，甚至咱人都做不到。所以讲，不管多一道一众生，拢是有佛性的。因如果有任何功德，不管是亲像美人遐尼细，咱嘛应该随喜赞叹。咱若是会当受随喜赞叹的时，对当消除咱内心嫉妒的障碍，使咱的道业会当进步。上回下生法师举一个例，甲咱说明，说明这条界的意思。譬如讲，某一个所在桥歹去，有人发心来修理桥，使大家交通便利。一个人修桥功德真大，咱应当爱赞叹伊，但是菩萨却因为嫌弃伊、嫉妒伊，所以拢唔肯向人提起伊的好处，也唔肯开嘴赞叹伊一句。如果有别人伫边咧赞叹而乐时，菩萨就点点唔讲话，拢唔肯帮助伊讲好话，原因就是心内无欢喜、有嫉妒。这种情形就是犯菩萨戒。如果那是搁讲讲不好的话，罪过就搁较大。这条戒对咱修学普贤十大观、随喜功德有真大的帮助，使所有修过菩萨戒人拢会当提高境界。不但知影爱随喜功德，而且爱知影，如果无去做随喜功德，就是犯菩萨戒。所以咱若看到人有好处、有优点，得修善法。无论是世间的善法、出世间的善法，咱拢爱赶紧随喜赞叹，安尼才袂犯菩萨戒。为这条戒，咱对于随喜功德的修持，都会更加用心、精进无量的功德。王贤顿甲咱讲有五念文，其中一行就是爱随喜功德。咱伫修持用功拜忏的时，爱随喜功德，这是随喜诸佛菩萨的功德。平常时发现有人做善事修功德，有任何好处，都应该随时随喜，以随喜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2608，012001202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，要供焉供。弘扬佛
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超越的智慧，佛陀的法教无不是在教导人们达到成就和究竟安乐。究竟安乐是指解脱和全知，要获得这两者，必须具足空性见。佛陀所开示的84000法门，包括布施、波罗蜜等种种方便，无非是为了要开启众生的智慧。声闻和独觉圣众也必须借着种种方便，无非是为了要开启众生的智慧。声闻和独觉圣众也必须借着种种方便开启智慧，没有善巧方便是不可能获得智慧的。许多福慧资粮能够被开启，都是因为厌离轮回的动机，例如定力的开发。因此借着修习戒定慧三学，可以破除无明，所有的方便是为了解脱。没有累积足够的福德资粮，禅定升起的智慧便无法破除所知障的染污。明心见性的主要障碍是所知障，般若智慧就是它直接的除障境。为了开启般若智慧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禅修，就是累积福德资粮。借着身口意的善业，我们可以累积福德资粮，这种行为会在心中留下好的印记，这是获得心灵正觉所不可或缺的祝愿。修学佛法的原因有二，其一是调伏自心，并获得自身的成就；另一个原因是利他，深入而广泛地向他人清晰地阐释佛法。佛法若能学得越多，就越能利益有情，你能给他们更有深度令人满意的解释。学习佛法的主要目的
是要在成佛之道上有成就，使我们解脱轮回苦海，也解脱他人出离轮回，并引导他们成就佛果。菩提心就是一种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的愿望。无明是结合心智的染污和心理的烦恼，前者的意思是烦恼遮障了我们对现实的经验，因此带来痛苦。后者的意思是强调他们是心理上的疾病，意指两者都是痛苦的源头，而烦恼的心是可以治愈的。般若智慧，它破除了轮回的因，轮回因与执取诸法为实有，这种执取的本能就是所知障。般若智慧就是了悟空性的证件，一旦了悟空性，就明白了实相。诸法是由许多相关的现象互相依赖而存在，它们是由于因缘而改变，也由于因缘而呈现不同的样貌。能够了知一个事相究竟本质的心，就是如所有智。另一种心是对事相表面的认知，称为净所有智。无自性是诸法存在的根本样态，因为现象有两种存在的样态，表象的和根本的。认知他们也有两种形态，一个是探究前者的本质，一个是探究后者的本质。佛陀在《胜曼经》中说，心不能够意识心，心不能够意识自心，就如同箭在锋利，也不能自己砍自己一半。以粗糙的心事想要转世成智是不可能的，只有维系的心事才有可能转化。只要我们执着现象实有，心事人有所依缘，贪爱等烦恼就会继续升起。产生痛苦的因是由于仅仅执着于我，修习无我是破除我执无明最胜的方法。无论用何种方法禅修空性，首先必须认识虚假的我。中论指出，
如果一个人了悟空性的意义，就不会执着实有，贪爱和嗔恚也将因此消除。这是对治痛苦和烦恼的方法。既不存在于因缘上，也不是依赖因缘从他方而生，形成之后既不驻留，外面时也不消散他去。接近他的因，就可以看到他的果。如果因不存在，果就不存在。因此，诸法都不是独立自存的，它的存在是依源于其他的东西，因为果是依赖因缘条件，它本身不自存。在轮回之中，有无量的痛苦和不满，就像大海一样无有边际，在此我们行善的机会很少，力量也很微弱，寿命却极为短促。慈悲是一切善行的根本。佛教的实践展开为社会伦理时，基本原则就是慈悲与平等心。众生该想的，唯有以慈与悲给予一切众生，不要想嗔恚或害意。在佛陀时代，生物不可虐待，不可伤害，不可刀杖众生。这种无伤害的理想极受尊重，不害一切众生。在慈悲给予禽兽的精神下，不杀生物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。这种思想在原始佛教最初的时期就很强调，在原始圣典中说，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可害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慈悲是一切美德之基础，一切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诸佛、如来的善根，皆以慈为根本。此慈悲诸善中王，一切众生所归依处，如日照昼，如月照夜。为人导师，为人父母，为人兄弟，同归道场，为真之士。我们需培养关怀一切有情的心，修行得越好，我们的心越是慈悲。
环境与差，我们对众生的责任感愈强，于是我们修行也愈容易进步。因此，我们应借着各种机会，升起更强大的愿力，希望自己愈加精进，以服务众生。迈向慈悲心之路的第一步，首先要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或亲密感。这份亲密不是肉体或情感上的亲近，而是对一个人的关切与责任感。在经典里曾经提到过，我们所遇见的乞讨、乞丐，或是向你悲悯的老病狗，可能都是诸佛菩萨所化现的。在你的修行之路上示现，要来帮助你增长慈悲心，迈向成佛之路。我们生存的本质必须依靠他人的合作与慈悲，我们越是关心致力于别人的福祉，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利益也越多。你越是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你就变得愈孤单可怜。当一个孩子看到别人的善意，以微笑和爱对他表达关怀，孩子自然感到高兴和安全。相反的，当孩子看到别人的恶意，意图伤害他，他就被恐惧所笼罩，对于孩子的发展会造成伤害。大悲心就是不忍一切众生受苦而欲拔除痛苦，给予安乐的心态。之所以为大，是因为如来于一有情起大悲时，与一切有情而无有异。如果没有这个不舍一切众生的心态，就不是大悲心。大悲心可说是一切佛法的根本，因为佛是从菩萨生的，而菩萨的菩提心是依据大悲心升起的，大悲心是菩提心之因。月称著作《入中论》时，在礼敬赞里提到，大悲心是诸佛的种子，在成佛道上开始、中途、最后都需修学长养，
大悲心是菩提心之本，将来能够成就佛陀的一切功德，全都依大悲心的修习而来。慈悲的善巧与空性的智慧，因永不分离，犹如鸟的双翼，缺一不可。不具悲心，不足成佛，仅靠了悟空性，亦无法得证。菩提心能习除一切逆缘，能圆满自他一切心愿。菩提心有两个面向，一是为了一切众生，二是智慧的开展。菩提心是智慧的开展，证悟空性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。菩提心是为了一切众生福祉，期望成就完全证悟的利他心态。菩提心绝对不会因为有人不承认它而感到苦恼。世界上最快乐的事，就是为菩提心而奋斗。在发出慈悲与爱的同时，加上领悟空性的智慧，是十分有效的。既然发菩提心，为造福众生而求觉悟的利他心，就必须修四无量心，也就是慈悲喜舍。慈无量、悲无量、喜无量、舍无量，乃是引发菩提心的重要动力，对激励利他精神有很大助益。努力想通，是什么在阻碍自己真正成为佛，进而发现阻碍在于有爱恨心的情绪起伏不定。为了克服爱恨的情绪影响，所以要修慈悲喜舍。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。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。于是，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
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家人朋友不比一场魔术表演来得真实，听闻的人们啊，切勿被自己对亲友的喜爱所束缚。光是看到家人和朋友就会令我们高兴，一旦听到子女的哭喊，我们就满心焦虑，这种情绪支配我们的心，让心偏离正途。在一生当中，我们执着于那些亲近我们的人，并为他们的死亡与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惧。有时候，我们或许会想着要独自前往山间闭关，全心修持佛法，然后我们犹豫不决地想着，谁来照顾我的家人、我的事业、我的田野呢？于是我们持续延后修行的决定，即使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们的心仍然执迷于挚爱的人，无法平静安详地面对死亡，祈愿投身净土。把周遭世界所有亲近自己的人及所有财物视为一场魔术表演，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，是重新坚定决心的最佳方式。一个魔术师知道，他变化出来的鸟禽和马匹是不具任何实体的幻象，因此对他们不起任何执着，但是魔术师仍然可以与他们相处，享受他们的存在。大多数人过着家庭生活，一个家庭维系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只有一辈子，而通常的状况是家人相聚的时间往往比一辈子少很多。在这短暂相聚的时间内，我们应该努力维系彼此之间的完美和谐，同时尽可能地遵循佛法，让我们日日夜夜地把心转向善与慈悲，做一次大礼拜，念诵一篇简单的祈愿文，片刻思维心的本质，都是通往正悟的种子。在今生结为夫妇，成为亲子，乃是过去行为与共业的结果，这也是我们应该不惜代价的避免争吵、和谐共处的原因。那些能够放弃家庭生活，转而投入寺院生活的人，应该祈愿：一旦你获得任务，朋友和亲近自己的人将成为你所带领通往解脱道的第一批弟子。